终结缘，由叶文义居士主持，为义庄介绍，张婉容编导，邓慧娴监制，现在开始。结缘呢个节目，我哋呢个节目每次嘅节目内容都包括有佛经讲座、佛经嘅剧化故事同埋信箱嘅。咁而家先请叶文义居士开始今日嘅讲座先啦。各位听众，今日佛学讲座嘅题目系小乘佛教。小乘佛教系指嗰啲信徒佢发心比较大乘人系细，而佢正道嘅结果咧。就是成罗汉而不是成佛，这解所谓发心少呢，是指他们只是渴望个人解脱轮回苦恼，不能够兼且度埋其他的众生。好像车乘一样，大的车可以装载很多的人物，而小的车只可以装载少量的人物，是这样比较上来讲呢，就叫做小乘了。小乘另外一个名呢，是叫做声闻乘的。那在2526年前呢，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古印度迦毗罗卫国。他成道之后呢，就在印度周围来弘法。他的足迹遍于印度的五分之三的地方。当时的信徒各种阶级都有，包括上至国王贵族，下至凡夫走卒都有的。那初期原始佛教呢，所讲的教义是着重五蕴、三法印、四圣谛、十二因缘的。四圣谛分开四部分，第一部分是苦谛，即是说在现象界心罗万有的事物里头都有苦的因素的。而宇宙人生的存在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苦恼。第二部分呢，就是集谛，是说宇宙人生的由来是由众生的行为，即是作业所感召的，由内心的烦恼活动行为而招致了苦果。第三部分是灭谛，即是说宇宙人生苦恼呢，都是会断灭的。而第四部分是道谛，导致断灭苦恼的方法和路途是什么呢？那当时啊，佛陀教化众生的教义呢，是着重四圣谛和十二因缘的。而因为社会阶级的制度呢，是很深严，祭司和贵族占有整个上流社会的阶层，
而工商業和奴隸階級呢都沒有自由的，特別呢以奴隸呢越發沒有自由，他們大家都渴望解脫本身的束縛，因這樣呢他們非常之強烈而且迫切來渴望，所以當時佛教信徒呢他渴望著個人得到拯救，得到解脫輪迴，變得呢小乘佛教就是很流行的。那至於小乘佛教的修行人，他學習的方法呢就最著重是三十七道品，即是說分開有七個組別的。第一組是四念住，第二組是四正段，第三組是四神足，第四組是五根，第五組是五力，第六組是七覺支，第七組是八正道。各位聽眾，由於有關三十七道品的內容呢是比較複雜啲，所以要留待呢過一兩期佛學講座呢再行介紹的。咁至於其中修道基本的訓練呢是著重在戒律、禅定同埋智慧。戒律在佛教道嚟講呢無疑是佛教徒的生命，守持戒律是會令到身體同埋心靈呢都會得到清淨，得到興安的。佢是積極做善，是嚟呢防止身體、心靈同埋口頭呢嘅過失的。佢呢種行為上嘅規律呢已經係極之著重咗呢個道德性嘅範圍嘅。咁釋迦牟尼佛臨入涅槃嘅時候呢，佢嘅遺囑話：我在依我，我滅道後大眾依戒為師。咁由咁可以見得呢戒律係極之重要嘅。但係有樣嘢我哋要注意嘅，就係遵守戒律唔淨止喺行為方面表現嘅，最緊要呢係要由思想觀念度開始訓練，因為喺思想度呢係好重要嘅，佢可以呢係影響到同埋操縱行為以及言語，所以佛家呢話一切為心造，就係咁講啦。戒律講完呢就關於禅定嗰部分啦。禅定係止心一處，要令到心靈不會散亂，身體心靈呢都得到興安淨化，漸漸呢那個思想就會純潔昇華，而將貪欲、憎恨、愚痴、邪見等等呢都淘汰曬的。再跟住是智慧的部分，再用清淨的波野徹底呢斷除所有對於生命宇宙的迷惑。而原始佛教修道它是沒有用咒語，亦沒有用禁制，亦都沒有崇拜星獸，又沒有崇拜鬼神，亦沒有侍火、淨水這些這樣的外道習慣，亦都沒有那些沒有意義的儀禮，亦沒有奇異的行為。小乘人收集到功行圆满的时候呢就会有结果了。那他所得的结果呢是四种果位。第一种呢就是叫做初果了。另外一个名就是叫做预留果的。即是说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已经去除了凡夫的习气，而预备了进入圣人的行列了。这阵时已经断除了贪欲、憎恨的情绪，他的生命呢既然恶因少了，因此他的恶果呢也都没有的，即是说不需要呢再流入三恶趣，
地獄趣、惡鬼趣、畜生趣呢都沒有如流果聖者的份了。跟住再進一步呢，他會得到二果，即是叫做一來果。他是斷除了三界之中欲界煩惱的一部分，他的生死輪迴啊已經接近了斷盡了。他還要來一世人趣，還有再生一世在天趣，來了了他殘餘欲界的業報。再跟住進一步呢，就是正得三果了，即是說不還果。這陣時啊，小乘不還果的聖者呢已經斷除了欲界的一部分煩惱，不需要再回來欲界了。如果以後他再受生，他一定在色界或者無色界出現，他即是說生在天趣一世，他一期生命告終之後呢就完結了。再進一步呢，就是四果，叫做阿羅漢果。阿羅漢果呢是有三種意義的。第一種，殺除曬煩惱，即是說一切的見惑、思惑、貪嗔痴這些等等呢徹底淨盡，不良的情緒啊在他內心裡呢已經連根拔起了。第二部分呢的解釋就是應供。阿羅漢呢，他多生來修行，他應該呢是接受人間天上的供養的。阿羅漢第三個意義呢就是不生，即是說當他今世的一期生命果報完了呢，他就會入涅槃，不需要再來三界，亦都不需要再在六道生死道來流轉的了。到達了四果阿羅漢階位的聖者呢，在阿羅漢的記載就有五個意義的。第一，生死永盡；二，凡行已立；第三，所作已辦；第四，不受後有；第五，如實知之。即是說凡阿羅漢必定要有這五種成就，這五種呢是好的功德來的。現在呢將這五點的內容略為解釋。所謂啊，第一點生死永盡呢，就即是說他不需要再好像凡夫那樣一期生命完了又接續第二期生命，又再次接續下去多世生命呢，在這個三界六道那裡來做一些恩恩怨怨的行為了。第二種凡行已立，凡行呢就即是出世法的清淨方法來的，所謂是空、無相、無怨、無作。這些呢波野上的行為，如果在普通的講座來講呢，似乎是深一點，我們將來有機會啊就會將它陸續地解釋。現在我們當這個梵行呢作為一種修出世法的解釋。那一個啊阿羅漢呢，他一定是將他應該要修得的清淨行為呢已經建立起來。第三種，所作已辦。所作這個名詞呢在大毗婆沙論那裡是當為啊貪欲、憎恨、愚痴這樣的，即是說呢這些不良的情緒完全在心靈道呢徹底清除曬了。照廣東話說已辦呢，即是搞定曬了，搞好了啦這樣。第四，不受後有，不需要呢是再有來世的生命。第五，如實知之，是如其實在好進入這個真如度。各位聽眾，這五點、啊、
是小乘圣者最高级的功德。在《阿含经》道呢，讲到每一个佛弟子成阿罗汉的时候，必定是有这五句的内容呢加在收尾，来讲明这个人呢是得到这五种的成就的。但是大乘佛教呢，就除了有这五点以外呢，他还会呢再来这个世间普度众生，但是小乘圣者呢就没了。研究小乘佛教的资料呢，最好阅读《阿含经》和《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》《驱舍论》，都有很丰富的资料的。各位听众，今日我们佛学讲座到这里呢就是够钟了。那我们跟着是有一个剧化故事，请各位收听啦。佛经剧化故事，上次广播到佛陀成道之后，首先去鹿野苑到化五个比丘，为他们讲四圣谛佛法。咁于是有佛陀，有佛法，亦有僧众，即是三宝成立了。跟住佛陀又去度化富家子弟耶舍出家做比丘，再度化耶舍的父亲拘离家长者皈依，为在家第一位信徒。咁以后佛陀在旅途中又度化了三十个商人，就一直去到尼连禅河边探访大火教领袖优留频罗迦涉，预备向他演说佛法了。这一次的剧化故事就是由这里开始的。广星你站在这里干什么？来帮手破翻啲柴枝，劈翻啲木碎仲好啦。哦，有博士兄，我都唔知做乜好，初嚟报到要请你指教至得噶。咁又唔使客气，既然你入咗拜火教，做咗拜火教嘅弟子，咁大家就系师兄弟啦。系，我喺拜火教嘅资历都好浅嘅啫，有乜嘢问题你问师傅啦。哦，咁我帮你破柴枝劈木碎啊。好啊，嗱。呢度有一扎柴，你破开佢啦。不过要破成好似我手揸呢条柴枝咁幼，咁至啱用嘅。哦，咁幼啊？系你邱波师兄啊？咩啊？做咩要破咁多幼柴啊？你唔知咩？过两日，即系第三日，就系我哋拜火教开坛祭祀嘅大日子，教主会安排一个庄严盛大嘅仪式，好巴闭嘅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那些幼柴枝要来做什么用的？哦，我们是拜火教嘛，祭祀的时候要点着柴枝，等火烧起上来，红红旺旺，光光猛猛，这样才像样的。柴枝是要来透火的，你明白没有？可能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等我帮手破这幼柴枝先。是呢，要多少次教啊？大火炉就唔使几多幼柴枝嘅啫，因为透着啲火，佢就会烧起上嚟。不过周围有好多细小嘅火炉，所以就要多啲啦。哦，我知啦，系你邱博师兄啊。其实我对拜火教都唔系好明白嘅，你讲啲道理俾我听啊，好唔好啊？咁啊，道理我都唔系好清楚，我净系一味诚心诚意拜神嘅咋。拜得火神多，火神就会庇佑我。大师兄嚟紧啦，你问下佢吧啦。哦，大师兄，邱波、广胜，你哋喺度破柴咩？系啊，大师兄，系啊。大师兄啊，广胜话有啲道理唔明白，想请教你。咩事啊？随便问啦。系，大师兄啊，拜火教嘅道理系点样噶？哦，拜火教的信徒是要崇拜神的。神啊？是，没错。凡是拜火教的信徒
一定要崇拜神。哦，那拜火教的神是怎样的？拜火教的神就是火神，他用火的形式来出现。火？没错，我们拜火教的神就是火了。乜火都可以做神的吗？嘘，不要出声啊。黄星，你真是荒事啊！你怎可以随便批评火神？你知道你犯了过失吗？大师，如果你再是这么没礼貌，我就禀告教主，将你赶邪，永远不让你回来。不要啊，大师兄，你不要禀告教主啊！我哼，在你做什么这么怒气？谁个激你？回禀教主，黄星在这里满口荒唐，胡言乱语，诋毁火神，所以我在这里教训他。黄星，是你过来。是教主，你因什么事诋毁火神？教主，我没有诋毁火神啊，我是不明白啫。你不明白什么？我不明白为什么火可以做神。哦，你不明白火为什么可以做神是吗？是。是这么简单吗？是啊，教主，是这么简单的。是这样就已经够了，你怎么可以怀疑神的力量？你简直就是侮辱神圣。奔行，在你无谓责备广星了，不知者不罪。是教主。广星，是教主。你新入门还未认识教义，很难怪你的，但是你要给点心机学习，知道吗？是教主，我知道了。火是世界上最靓，没有一样物件可以跟火比美。火光璀璨辉煌，瑰丽豪华，火为人类带来温暖，赶走寒冷。火它燃烧起来，威猛无比，焚烧山林，吞噬房屋，人类牲畜一旦被火包围都无可抗拒。火是有雷霆万钧的威力。火，火神，我要赞美你，我要歌颂你。咦，广星，你做咩跪在地下算，眼定定地望住我做咩？教主，我真系太过感动啦！我真系太过感动啦！我都唔知点解我会跪低嘅。嗯，好，好，孺子可教。你竟然懂得敬畏神明，好，咁你而家明白拜火教嘅意义未？系，我明白啦，教主。火神真系有好大嘅威力嘅。系啦，所以我哋成立一个教会嚟崇拜佢，尊敬佢。系，教主。教主啊，我仲系有啲唔明白，火神同人有咩关系呢？火神系天神，有无上嘅权威，佢可以赐幸福快乐俾我哋，我哋会投生天堂，享受永恒嘅快乐。啊，咁我明白晒啦，多谢教主，多谢教主。有波，在过两日系祭祀大典啦，你预备咗透火嘅柴枝未啊？教主。啲柴枝预备好啦，炉架亦都搬妥啦。教主，庆祝大典仪式嘅布置，我哋都安排好，等阵请教主巡视下啦。好，广释系举行庆祝大典嗰日，你都要有啲工作嘅。嗱，我就派你巡视监管火坛，全日坛火要鲜明红旺，绝对不能熄灭，知道吗？系教主，我知道啦。广释啊！除了大火坛之外，其中小的火坛有125个，你都要留意的。是，幼博士兄，我知道的。嗯，现在我要四围巡视一下，你们跟着来。是。事主你好吗？沙门你好，请问你是哪位呢？我是释迦牟尼佛，大家都称呼我做佛陀的。哦，原来是佛陀，我听过你的名字很久了。听闻利莲禅河附近有拜火教人士聚居，相信是这里了。是啊，拜火教人士是在这里住的。哦，
道长，你容貌安详，仪表出众，相信一定是拜火教的教主了。是啊，我就是拜火教的教主。你有什么问题呢？我去摩羯陀国，半路经过这里，现在时近黄昏，我想借宿一晚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呢？本来就没问题的，但是我们所有的卧室都住满了弟子。那么还有一间石室，挺干净的。好啊，那就让我在石室过一晚。知道吧，那间石室有一条毒龙，样子又好像蛇，时常咬死人的。不紧要，不会有事的。那好啦，优博，在，你带佛陀去那间石室住一晚。是，佛陀请过来这边。好啊。天光啦，奔行！昨晚那个佛陀，我看怕都凶多吉少啊！那条毒龙，你方仲唔出现咩？系啊，啊睇嗰个佛陀一表人才，点解会咁蠢噶？竟然入去有毒龙嘅地方过夜呢？一表人才有乜用啊？到底都系后生啲，有咩人生经验啊？王星，是有波，是你个垃圾咯，抬走佛陀嗰条尸体啦，是。王星，王星做咩大惊小怪？教主啊，嗰个佛陀仲好地地咁坐喺石室度啊，佢梗系鬼嚟噶。多事，我哋行翻出去先。系。佛陀喺有毒龙嘅石室过夜。居然平安无事，都几本事噶噃佢。教主啊，你话佛陀系唔系奇人啊？都算有啲本领嘅，只不过咁，沙门神通虽系好，不如我道高呢。各位早晨，早晨，佛陀，请你接受我哋嘅供养，同我哋一齐食早餐。吃完早餐行路比较好啲嘅。好，好多谢你哋嘅供养。不过我仲想喺度住多两晚添。哦，冇所谓冇所谓。如果你唔嫌弃石室嗰条毒龙，咁咪喺石室住咯。吓，毒龙？冇事，系蛇仔嚟啫。我见过佢，佢好纯嘅。吓，佢点样噶？听讲好得人惊噶噃。咪就喺呢度咯！喺边度啊？喺边度啊？唔使惊，就喺我个钵度啫嘛。哦，喺个钵度啊，系喎，啊卷成咗成个蛇饼咁，嗰个身好幼，好似条麻绳仔咁幼，但又好长，伸起嚟我睇都怕有成丈长噃。系啊，呢种蛇啊最毒噶，俾佢嗨过啊，都皮损肉烂嘅。啊！佢点解会喺你个钵嗰度噶？我见佢出嚟，俾个钵佢睇下，佢就自己捐入去钵里边，卷好个身，乖乖地瞓觉啦。三门神通高妙，令人敬佩。我翻入去石室先啊，等阵间再见啊。好，再见。三门神通虽系好，不如我道高啊！你哋都系唔使理佢啦吓。系。啊、教主啊，听日系庆祝大典，我哋不如讲下节目啦，唔好理嗰个佛陀啦。唉，我有啲心事。听日庆祝大典会有好多人嚟参加，我唔想佛陀喺度出现。哦，点解呢，教主？佛陀嘅仪容出众，如果啲人见到佢，难保唔同佢倾下噶噃。嗱，万一教主啊，万一乜嘢啊？唉。无谓多讲啊！佢唔系我哋拜火教嘅，总之唔系方便啊！
咦，咩唔见教主嘅？我想向佢恭喜啊！善信，多谢多谢。咦，咩事？不如埋去参拜下大火坛先啦，教主就出嚟噶啦。好啊好啊，等我埋去。请过去啦吓。多谢多谢。光照得咁宏伟喎，哎呀，真系富丽辉煌咯。我呢世人啊，都未见过有乜嘢靓得过、宏伟得过呢个大火坛嘅。乜咁多火炉噶？啲火咁旺盛，照到光辉灿烂，通山都系火堆喎。哎呀，呢日真系靓啊！系啊，善信，我哋除咗大火坛嘅宝炉之外，仲有125个火炉噶。系啊，嗱，我哋有1000个师兄弟，每四个人就一路嚟崇拜噶。哦，咁啊唔怪得知啦，真系光辉灿烂咯。哎，好，唔好讲咁多字，等我诶扎啲香料先吓。咦，善信？吓？你撒啲系咩香料嚟啊？好香噃，梗系啦。哇，咁香嘅？讲你听啊，我收集埋嗰啲玫瑰花啦、桂花啦、茉莉花啊，咁将嚟晒干佢，撒入去嗰啲柴火度啊，烧起上嚟好香噶。系啊系啊，嗱，唔好呃你哋噶，你哋而家都闻见啦，系咪啊？吓，系咪啊？系好香啊！好啦好啦，唔好讲咁多啦，等我去参拜火神先啦。大家拜神。教主，你辛苦咗一日啦，不如唞下先啦。系啊，真系有啲疲倦。不过冇白白辛苦到，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嗱，系咧，今日咁热闹，咁多人嚟恭喜参拜火神啊，真系盛会吓。系啊，教主，好多人嚟参加啊，国王同大臣都到咗添啊。嗯，系咧，嗰个佛陀冇出现到噃。喂，你哋有冇见过佛陀啊？冇噃。哈，点解唔见佢？佢嚟咗几日都有出现嘅，今日咁热闹嘅场面反而唔见佢，真系出奇啦。嗯，大家去揾下佢吓。大家唔使揾啦，我翻嚟啦。哦，佛陀，今日系我哋拜火教嘅庆祝大典，好热闹噶。点解你唔嚟参加？我哋都好想你嚟噶。家善，你咪希望我匿埋唔出嚟见人嘅咩？啊？你讲大话，唔诚实系学道求真嘅大忌。同时，你仲有妒忌嘅心理添，系咪咧？家善，系，我真系好惭愧，我系有啲咁嘅心理。你能够认错，仍然不失学道人的风格，都可以改善的。佛陀，请你指教。火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事物，燃烧是自然的作用，并没有神异之处，你不应该崇拜它的。但是我学道很久的了。那你一向觉得怎样？心理舒唔舒服呢？唉，我身为教主，外表个风光就有嘅，但系内心都仲系充满烦恼，好多不良嘅情绪仍然存在嘅。咁你以为咁样做会唔会解脱生死轮回呢？就系唔得咯。要解脱生死轮回嘅苦恼，就必定要去除贪欲、憎恨、愚痴等等不良的情绪，然后才证得涅槃的。但是我已经拜火几十年了。一个真正的学道者是应该要有勇气摆脱错误的。佛陀，我有勇气重新学习，因为我未曾认识真理，
自从见咗你，我一直就俾你嘅神采同智慧所摄服。佛陀，我诚恳皈依喺你嘅座下，请你收我做弟子。好，迦摄，只有好似你呢种人，然后只能够有咁嘅智慧，有咁嘅决断。但系你有咁多弟子，应该要好好地同佢哋商量一下先。好，佛陀，请你等一下。宾行，在，你召集所有我嘅门徒嚟呢度聚会。系，教主，等我打起个锣通知佢哋。教主，各位弟子，我哋拜祭咗火神几十年，都未曾证得真理。咁系喎。而家企喺呢树嘅呢位佛陀，佢系一位觉者，佢嘅行为同智慧令到我非常佩服。我认为佢只系代表真理，所以我预备皈依做佛陀嘅弟子。唔知大家嘅意思点样咧？我哋愿意跟随教主皈依佛陀。系，我哋愿意，我愿意跟随。你啱啱听完嘅呢一个佛经嘅剧花故事嘅名咧，系叫做《拜火教》。咁《拜火教》嘅剧中人物咧，系由张炳强饰演佛陀。陈中坚饰演迦摄，莫家驹饰演优波，林有荣饰演宾行，卢宇添饰演广星，以及系兼叙述梅子系饰演信女嘅。咁我哋嘅佛经故事咧系每一次都有播出，咁喺下次嘅节目里边咧，我哋又会播其他嘅佛经故事噶啦。咁而家咧又到咗我哋嘅信箱时间啦。咁我哋要答复嘅系张永华君嘅来信。咁佢话今日嘅小乘佛教流行嘅区域系喺边度嘅呢？唔该你啊，叶居士。张永华君，小乘佛教流行嘅区域咧，就系喺印度一部分、斯里兰加、缅甸、泰国同埋寮国等中南半岛一带嘅。咁除咗呢啲以外咧，就喺欧美啊嘅人士咧都有研究嘅。答复完呢位听众的来信之后呢，又差不多够钟了。咁收音机旁边的听众，假如你对于佛学上面有些什么疑难或者有些什么问题的，都欢迎你写信来给我们询问的。我们的地址就是九龙中央邮箱200号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节目主持人收，或者写给叶文义居士收都可以的。希望你是快点来信了。我们在下个礼拜日的同样时间再见。一切事